大包这么老沉，你怎么拿呀？这个呀，爸，我想好了，待会儿吧，这个我这手拎着，您那两个给我挎肩上，一前一后就行了，没问题。反正孩子已经睡着了，我得把门锁上，我送你上火车站吧。不用了，爸，您就在家帮我看着曙光就得了啊。走，我送你到门口，再往肩上放。你瞧这，哎呀，真挺沉的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是。快点啊，爸！走。陈静，没卧铺在这凑合一宿，没事吧？你没问题，我就没问题。好。来。哎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我总觉着咱们的产品没有理由竞争不过外国货，他们的人力成本多高啊，咱们的那么便宜。你这计算方法不对，单个人力计算人家是咱们的几倍，可是你把所有职工都加进去，你的可能又是人家的几倍。可我们的人力成本微乎其微，可以忽略不计啊。你是典型的鸵鸟思维，欠债总是要还钱的吧，所以你早晚还是要计算在内的。魏平，你要想让红旗厂有效益，就还得裁人。我觉得这不公平。对，没错，改革是得付出代价，但不能回回都落在咱们工人头上吧？啊？这没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，优胜劣汰，同情心没用，这就是市场法则呀。秋丽，你咋在这儿呢？魏平，哎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哦，我们这个厂里的生产的那个磨煤机不下线了吗？那出来跑市场啊，你看。那孙工，还有别人呢，小琴啊，丁辉啊，还有那文琪。不用解释了。那个跟我没关系。你这是不是没买着座位啊？你上我那儿坐吧。不用，我短途一会儿就下了，不用坐。你去吧，去。不，我陪你在这儿坐会儿吧。你别，这个不能坐，这是我的产品，会坐坏。嗯，咱就站着吧。那你这是干啥去？跟你没关系。哎，秀丽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咱俩是两口子呀，对不对？就算不是，咱俩好歹在一个家里面长大的，咋了？你的事我还不能问啊？和你一样，跑推销啊？我已经推销出去了，我这是去送货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个，是吧？中国结。嗯。哎呀，坐夜车，你是不是想省住宿费啊？你咋知道的？我咋能不知道？我们也……
小林，真没多想吧？没多想。嗯，我也觉得你不会多想。咱小林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，对吧？小林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带着孩子回来吧。你总不能这样吧？你能忍心看着我一个人回到家里面孤零零的，也没人给我做个饭，你说是吧？我不回去。为啥不回去啊？我过去都是仰着头看你的，现在我不用仰着头了，我就这样看着你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。那以后呢？以后咋办啊？以后再说以后的事儿。让一下，天都没亮，这安全吗？没事，我在候车室待到天亮再走。来，你干嘛？喂，你真的行啊？行，没事，回去吧，回去。你小心点啊。这儿干嘛呀？没事。行了。嗯。啊。回去吧。走。嗯。啥意思？看你紧张的。我有啥可紧张的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他舒服，他踏实，对吧？你想听实话吗？闭嘴！我不想听。
醒了。是谁落下的？是不是昨晚上，那两口子落下的？秀丽。秀丽。她什么时候来的？应该是昨天晚上吧。那她一定都看见了。对不起啊，卫平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是故意的，但我不是故意给秀丽看的呀。好了吧，出事了吧？卫平，这都一个多月了，也不知道他们那边用的怎么样。没事儿，肯定没问题，不用担心。你还真是坐得住啊。要不我打电话问问吧。哎，不用，真没事。没消息。